指前行，心留在远方，泪水滑落，火焰燃过夜漫长。你在哪里？曾展翅飞过我的视线，我看见没有天堂，只有染红的点点星光。时间，你给过我多少的呼吸，让我行走在无悔的天地里。时间，你能给我多久的呼吸，我就用全部来交换生命的意义。你在哪里？曾展翅飞过我的视线，我看见没有天堂，只有染红的点点星光。时间，你给过我多少的呼吸，让我行走在无悔的天地里。时间，你能给我多久的呼吸，我就用全部来交换生命的意义。时间，你给过我多少的呼吸，让我行走在无悔的天地里。时间，你能给我多久的呼吸，我就用全部来交换生命的意义。你在这里，这里风在歌唱，一生的爱在你视线里一路不再悲伤。蔡英豪，你还敢来这里？你这个党国的叛徒！卢司令，我命令你将他就地正法。你命令谁呀？蔡英豪，你竟敢到这个地方来啊？卢司令，我是为你而来呀。我不想看着咱们四万兄弟的性命就这么糊里糊涂的没了。我从鹰嘴过来，一路上都是亏损，你的四十七师彻底溃败了。老败了，怎么办？我不跟你说这个，我只想问你一句话。司令，请讲。你在我心目当中是党国的死臣，即便党国对你不公，你依然忠心耿耿，死守鹰嘴，为什么不惜毁了一世英名，变节投敌呢？司令，因为我重新认识了他，傅品谦院长。司令，我蔡英豪效忠党国之心，天地可见。鹰嘴一战，阻击共军，有目共睹。可后来发生了什么？是我们内部尔虞我诈，互相欺骗。而他们在干什么？他们在救人呢。当我们的士兵枪杀无辜百姓的时候，是他在医院里边抢救伤员。当我们想在果子岭把瘟疫传播到冷江，制造混乱的时候，
是副院长不顾个人安危，几次上山劝说土匪，把瘟疫控制在了山上，挽救了整个冷江几百万百姓的性命啊！还有咱们眼前这些伤兵兄弟，其实他们都是跟共军作战负的伤啊。可是副院长不计前嫌，日夜为他们施救，就连新闻出了车祸，他都可以伸出援手，用自己的鲜血把他救活了。这些你都听说过吧？你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呀？啊？因为我们都是同胞，都是兄弟。因为他心里装着老百姓啊。闭嘴！你还在蛊惑人心。刘司令，他是党国的叛将，您是党国的忠臣，在这个关键的时刻，你可千万不能糊涂啊！你怎么给我闭嘴？鲁司令，他已经病入膏肓，他还能活多久？你可千万不能做他的牺牲品呐！他说的对，我是没有多少时间了。司令，我想看到兄弟们放下武器，共同迎接冷江的解放。你们知道副院长是怎么染病的吗？就是为国军的一个士兵做手术的时候感染的。副院长是以命撑茧呐。替四万多国军兄弟，替他们的父母妻儿，谢谢你。党国的叛徒，党国就毁在你们手里。
我杀了你们！拿出去，毙了！陆司令，把他放了吧。 心都掏出来了，你就是魔鬼！ 嫂子，嫂子，豆子，仗打完了，老张呢？嫂子，敌人都已经被打退了，是嫂子牺牲了。 解放军进城的时间到了，秀英，你去吧，去迎接解放军进城。蔡将军，那就请你代劳吧。副院长，我就以冷江警备司令的名义，去迎接解放军。 刚才对你和杨云的身体进行了全面的检查，你们都没有被传染。哦，那就是说，我们不用被隔离了。不用了，就是你们俩的伤口要注意换药。哦，好，谢谢你，医生。没事。宁姑，现在我们可以自由活动了，你最想做什么？我现在最想去看一个人，没有他。 就没有我们的今天。我想对他说声谢谢。我知道你要去见谁，傅医生对吧？我也好想见他。那咱们还等什么呢？
这就下山吧，收拾下。知道你会来找我，可是没想到你来得这么快。你别这么看着我，我不怕你，我不怕你。婷婷，你别怪我。不想你死，婷婷。行，魏延，魏延，你怪不了我。你要找，你去找新闻，不关我的事。金刚，你还有脸来找我？你这个叛徒，你是死有余辜！二丫，雷五棍，你们全来了，你们为什么来？啊！我不想见到你们，跟我没有关系。你们滚！你们滚！雪莎，无力回天，但求无愧于党国。接到鲁东元发来通电，他在傅炳谦同志的感召之下，决定放下武器，接受我解放军的改编。我已派人火速与他接洽，冷江这最后一仗，嘿，不用再打了。这么说，鲁东元投降了？也不能这么说。那，咱们现在就赶往冷江。好。
怎么回事啊？我和杨云专门下山来看你来了。我是来告诉你，解放军的医疗队到了，您担心的身上疫情也控制住了。傅医生，你为了救我们冒着危险几次上山，我还差点杀了你，我真是糊涂啊！傅医生，我来告诉你，我父亲的那本册子我已经读完了，我薛敏已经不再是原来那个糊涂人了。你放心，这辈子我会一直跟着共产党的。冷江警卫司令蔡英豪率十一兵团全体官兵向解放军投诚。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接受你们的投诚。十一兵团全体官兵等待解放军的改变。这是花名册。蔡将军，你为冷江的和平解放立了功，谢谢你。报告，首长，政委，张师长为了救俺，在今天早上果子岭战斗中已经牺牲了。啊？那侯学哲同志呢？他代号小蜜蜂，是我亲自派他到冷江来的。他在哪儿？小蜜蜂同志在前天为了掩护老夫牺牲了。那市委书记傅品谦同志呢？他今天总该在这儿吧？副院长为了救人得了白血病，生命垂危。啊？怎么会这样呢？这几位同志都是我们冷江新政权建政的领导班子，所有人都亲眼看到了他们为老百姓舍身忘死，为成就冷江而忘我牺牲，他们的人格力量感染了整个冷江。走吧，我们现在就到冷江医院去，我现在就要见到老傅同志。老傅，你听到了吗？欢庆的锣鼓声，解放军，解放军进城了。
想休息会儿。一路与风对视着前行，心留在远方，泪水滑落，火焰染过夜漫长。你在哪里？曾展翅飞过我的视线，我看见没有天堂，只有染红的点点星光。时间，你给过我多少的呼吸，让我行走在无悔的天地里。时间，你能给我多久的呼吸，我就用全部来交换生命的意义。你在哪里？曾展翅飞过我的视线，我看见没有天堂，只有染红的点点星光。时间，他在哪？你给过我多少的呼吸，让我行走在无悔的天地里。时间，你能给我多久的呼吸，我就用全部来交换生命的意义。老傅，他笑着走
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为冷江牺牲的所有人，我相当的抚平歉。共产党人让我蔡英豪心服口服。嫂子，这是你让俺取的图纸。好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老夫生前跑了许多地方，花了很多心血绘制的一幅冷江建设规划图。哦，我们看看。你看，哪儿建工厂，哪儿建学校。嗯，这个黄的是粮食生产区，这个是蔬菜种植园，这一系列的规划，他就是想让冷江的老百姓早一点过上好日子。真的很详细啊！啊。方法、计划、步骤，全在这上面。老夫常说，我们当权后，首先要想到的是人民，是人民帮助共产党推翻了旧的政权，所以要把人民放在第一位。而且，他临终前还嘱咐我，要为冷江牺牲的烈士们建一座陵园，让后人永远记住他们。护士长，尹林，首长，这是尹林护士，从法国来的；这是约翰医生，从美国来的。我们都是外国人，是教会派来的，不关心政治。这两天，我们都要各自回国了。可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们，副院长也会一直活在我们的心里。你们要回去？我们要走了，但是我们要把在这里看见的所有事情回去告诉我们国家的人民。我们要告诉他们，中国共产党人是怎样为穷人和老百姓做事的。他们可以抛弃权力、名位和生命，去接住和帮助那些困难的人。副院长让我认识了什么是中国共产党，我们终生难忘。好啊，谢谢你，就请你们把你们的所见所闻带回到你们国家去啊。副院长临终前写了一份信，他让我交给您。野战军首长禀告各位同志们，当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。白血病虽然能夺取我的生命，但我却毫无遗憾。我参加了党，使我在这个乱世中有了信仰和理想，并能够为之而奋斗。我以自己是共产党人而深深自豪。我尽自己的力量，做了我该做的一切。冷江的百姓遭受了许多年的压迫，他们太苦了。只有共产党能让他们翻身做主人。我曾经想过，怎么样让他们真正过上好日子，并且做了规划。但我可能无法实现这个目标了。我衷心希望后来的同志能接过我的想法，真诚真意地为冷江的老百姓谋福利。这样，我就是不在也安心了。记得是1927年，我和邓中夏、彭湃同志在武汉分手。当时我们说，如果有一天革命胜利了，我们一定不要忘记那些为革命牺牲的烈士。我们要到他们的墓前，告诉他们，中国人民已经过上了幸福的日子。我们分手后没多久，邓中夏和彭湃同志就先后牺牲了。我比许多烈士幸运，因为我看到了革命成功和新中国的建立。在这个时候离去，虽然很难过，但我不遗憾，因为我曾经为之奋斗过，我贡献了自己的一切。在这里，我请同志们多保重。革命的道路还很长，我希望同志们永远把党和人民的利益
放在一切之上。我希望你们都能看到一个强大的、现代化的新中国，矗立在世界的那一天。再见了，我亲爱的同志们。再见了，我亲爱的党。新中国万岁！共产党万岁！扶贫前。同志们，他们把继续革命的重担放在了我们的肩头，我们永远不能忘记那些牺牲了的共产党员，永远不能忘记他们对我们的谆谆嘱托。建设新中国，我们的这个目标一定会实现。可以告慰牺牲的英烈，在党的领导下，我们的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人民生活富足，国家繁荣昌盛。你们的理想和精神正一代又一代的传承，祖国的明天将更加灿烂辉煌。我行走在无悔的天地里，时间，你能给我多久的呼吸，我就用全部来交换生命的意义。你在哪里？曾展翅飞过我的视线，我看见没有天堂，只有染红的点点星光。时间，你给过我多少的呼吸，让我行走在无悔的天地里。时间，你能给我多久的呼吸，我就用全部来交换生命的意义。时间，你给过我多少的呼吸，让我行走在无悔的天地里。
时间，你能给我多久的呼吸，我就用全部来交换生命的意义。你在这里，这里风在歌唱，一生的爱在你视线里一路不再。